小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汪汪队给咱们送礼物来啦，我们来看看里面车车装的是什么东西吧。哇哦，看来是三颗我们的奇趣蛋，但是这个奇趣蛋呢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拆蛋之前呢肯定要先挑选其中一个，我们三二一，一二三，挑中间这个吧。出来吧我的蛋。好，我们得到了一颗天天的金属壳奇趣蛋，这个是金属壳的，里面装的东西巨哥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之前就拆过一回。哎呀好紧啊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给摘了，然后找个剪刀把我们这旁边的这个包装也要撕开了，这还挺难弄的。好了，哇哦，里面有一只我们可爱的天天，然后后面是我们汪汪队的总部，这边的图案是一样，哦，一样的，只是反过来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吧。壳是空的，里面没有东西了。哇，是有一包糖果，一会儿尝一尝是什么味道的。哇哦，是一个天天的印章吗？这是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哎，其他是有总共六款印章，今天我们得到的是天天的这一款，我们印一下看看是什么图案啊。这个好像已经看出来了，三二印一下。哇，这个图案因为印在这种纸上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啊，我们找张纸给大家来试一试。这下子看上去还可以，但是感觉这个在我们的印章上面的天天有点老啊，怎么感觉这么老。不过还是挺可爱的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印章的图案。得到第一个玩具呢就是我们天天的可爱印章，我感觉还挺好的，不错啊。然后我们来尝尝这个糖果，撕开它，里面是这种粉红色的。酸酸甜甜的，是草莓味啊。这个呢，是蓝莓的，两种水果的味道，看来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现在来开第二个蛋蛋吧。这次呢，我们挑选第三个，三二一，发射！哇，这个是毛毛的。搞定，我撕下来。然后把这个也摘下来，要不摘下来也没法打开它。哇，这个好紧啊！没有东西喽。然后，哇哦，又是一个印章。不过这个印章是我们，是毛毛的吗？哦，是灰灰的。看来六个狗狗的印章，现在去哥已经有两个了，一个是我们天天，一个是我灰灰。我们再给大家印一次，看看什么图案吧。这个灰灰的图案看上去明显的多，哎，这个颜色的问题应该是，比我们那个天天看上去要年轻很多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第二个我很满意，比天天那个印章要喜欢的多了多。这一次呢就得到了两个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，我们赶紧看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吧。三二一，出来吧。嘿嘿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玩具吧。先把它撕开吧，然后再把我们这个东西给划开。哇，差点划伤手啊！小朋友们在使用这种剪刀或者剪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。哇哦，不会吧，又是天天的印章吗？难道？别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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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可惜，又一个天天的印章。天天的印章我在中间这里已经有一个了，这次一件开出来两个，有点不太开心啊。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，不过今天的节目啊这是运气不好，开出来两个天天。不过你们要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们哦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趣哥还会继续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玩具，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击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